咱除了伫东山服务区有咧妇产馆以外，今日咱台市政府特地伫咱新营南下高速公路遮，有哪是有一个新的妇产馆？我想遮离咱的产地更加近，会当从咱台南当咧出产，即上个优质农产品介绍给咱来包咱十个乡亲交国外游客，嘛希望这个店开幕了，会当再创造更好的成绩，也会当帮助咱台南的农民，从这好优质农产品去营销出去，给咱农民大赚钱。嗯，就你先对，这样可以讲一下吗？就大台南地区哦，咱农民所生产出的红来瓜，还有讲那个豆芽瓜，吼、哦，其实拢是咱农民所制作上个优秀的产品。啊，咱农民加工制作以后吼，一旦这种算咱台南的精品，提来这所在这不三馆，一旦好这个游客来来加采购选买。好的，那也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长官贵宾哦，我们大家也可以来品尝一下。